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地方，都东这里的那个美食轩啊，富迪古迪咖啡。这边的拉沙，这边的高楼面，还有它的龟甲都是非常的好吃啊，值得推荐给大家吃一吃。Exact 的位置，它是在这个 Studong Community Market 的对面，它也是在那 KPJ Hospital 的旁边啦。爱玲油条非常的好吃啊，这间是早上七点就开始营业了，这个油条还有它的粿相当的好吃。今天呢最主要来这边的目的就是为了这间阿美拉沙，今天算是幸运了，十一点不是我还可以吃到他们的拉沙，一般来说哦，他们卖到差不多十点前都卖完了。这个你 order 了你要等啊，要等蛮久一下。你这边休息礼拜几啊，老板娘？礼拜一啊。礼拜一哈，做都做来不及啊，全部都在等着。这间高楼面也是相当的好吃啊，这间高楼面，这间它也是有吊的哦，吊是那个我们的云吞啊，你可以吃吊加面，就是那个云吞加那个高楼面啊。这间如果是有来这边的话，不要 miss 掉这个万福香龟粥，这个龟粥一流。虽然那是龟粥，但是虽然那龟，虽然煮满了蒸的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给这一碗呢10块钱，蒸哎啦，里面是料吧的，完全是没有贵的。看有什么料没有？这边有那个猪耳朵啊，猪舌头啊，那些猪皮啊，这边还有哎，啊，这边还有点肠。OK， 这碗是好料来的，这碗相当的好料。这个真是啊，全部是肉。这个就是这边的阿美拉沙 special 拉沙的，这个两个是。拉沙面，然后这一个是拉沙米粉。哎，这个面是你的 favorite， 来了讲一下，这个面为什么这样好吃？这是好吃哦，从小吃到大是好吃哦。从后面再加进去，那就一流了。哎，我说到错定了，错定了。它汤头蛮浓一下的，它最主要是有它自己的那个拉沙的味道。1块钱3片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老板，你给我3片了。